童年的时候呢，那么因为家庭呢被逼债，所以在我的小小的心里面就立志，假如有一天我能力的话呢，我会帮助弱势家庭呢能够好好的来过一个好年呢。这个寒冬送暖呢，我们已经进行了10多年了，也希望这是一个鼓励，以后的这样的鼓励让呢一些弱势家庭能够得到一个向上的这个心情呢，他成功以后也能够以有的榜样呢来去救助呢其他的弱势家庭。